我们用小朋友玩具用脚做寸进，今天我们用大人玩具用脚做寸进，用脚在沙包上面做寸进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？用脚，等等，一定会有人说，你刚刚那个是用推的，我现在就来示范什么叫推，这是用脚膝盖推，这个是用脚膝盖踢，这个是用夹上宽爆发的推。现在这是用脚做寸进，看出差别了吗？如果你看得出差别，代表是高手；如果你看不出差别，请各位高手留言告诉他，那很正常。